国，金国，嗯，咋了？我刚刚听姚总说我被升成领班了，是你安排的呀？不乐意，那我跟他说算。啊，不，金国，谢谢，我底薪涨了，肯定开心啊。完了？没有，我请秦国吃饭。不用，我逗你呢啊，以后好好干就行。有啥事跟我说，我一会儿去大曲林，你跟我一块去吗？咱放松。行了，甭想了，换衣服去吧啊，我车在那边停着。好，嗯。糟呗，这个人不许再进入巴兰斯基，所以穿成这样又要做什么秀啊？酒店董事会决定，由今天开始，所有独当的安保工作都交给酒店来统一管理。啊，忘了给你介绍一下，本人就是这个酒店的安保队长。哎，妹妹，你说我能不能进来？咱们后会有期。嗯，走。